弥勒讲堂高雄青年团透过法会活动一展身手。这群在舞台上跳舞的年轻人，就是高雄弥勒讲堂的高雄青年团，利用平常时间培训舞蹈才艺，在大型法会一展身手。大家好，我是郑玉静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湘云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宇轩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廷伟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晨阳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志仁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高雄青年团。我们平常就是来，如果有法会的话，我们大家就会都会过来帮忙当志工这样子，然后会有很多其他的志工，因为我们还是年轻人，所以其他的老志工都会老夫他们都会带着我们一起做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每年都会有这个团拜的活动，然后所以我们想说这些活动就是大家都每个讲堂都很发心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也要尽一点心力这样子，年轻人来搞笑一下给大家看。我们成立5年了，我一开始是大学生，到现在也毕业了，对，然后也有刚要念大学的高三，对，他进来的时候本来是国中，然后现在已经高中了。就打给恭喜大发财，何文一笔来，让年轻人发挥舞蹈的长才，将佛教年轻化，可以接引更多青年朋友信佛，利益更多的众生。十方新闻黄慧茹、邓正博南投采访报道。